会称为逆。啊，这就客主家里要注意分析，是相得还是不相得，是从还是逆，从而来判断客主家里以后各个气候阶段啊，每一步的这四个节气，这个时间段它的气候变化是否异常，是什么气比较偏盛了？这气盛了以后，使人发生哪个脏腑的病变，出现什么样的病症，《内经·玉帝七篇》里记载的详详细细的。客主家里除了这个情况以外，因为有两个火呀，一个少阴君火，一个少阳相火，要是他俩碰在一块儿了怎么办？君火相火要加临了怎么办？六位子大论里提到了，他说：“臣为君为臣则顺，臣为君则逆。”也谈到了君火相火要相互加临的时候，这个顺逆。这个臣为君，啊，不是君为臣，什么意思呢？君在上，臣在下。要客气加临于主气之上，那得客气为君火，主气为相火。这个时候，就是少阴君火加临于少阳相火之上，这种情况比较好，是顺。啊，要是反过来，少阳相火是客气，加临在少阴君火的主气之上，这不就倒过了吗？是臣压君了，是吧？逆，大逆不道，这是逆，这不好，这个气候变化都剧烈。有一个今年的咱们这个客主嘉林那个客主嘉林的，要不然光说完了就不会加呀。后边我有举例啊，到举例时候咱们再复习就行了。这六气基本这样啊，最后咱们把这个甲午年呢整个运气啊，都给它推一遍，看一看啊。这个五运和六气，这都是分着谈的。我们谈有人不是把这个运气学说的基本原理数学表述了吗？这个气候的变化呀，它是以五运、六气和运气相合这三个变量啊变化函数。所以五运是那么变化的，六气那么变化的，还有运气相合，这个运气相合也很重要，就是把五运和六气结合以后来进行分析。运气相合有这么两种基本情况，一个是运和气两个是一致的，这叫做同化。啊，运是木运，气呢？也是四天之地，也是木气，这不都是相同了吗？叫做同化，这种情况。再一个不同化的，那不同化的就不一样啊，运和气不一样，运和气不一样，这就出现了一个运气的盛衰变化。所以这么两种情况，咱们先看看运气盛衰，就是不同化的。运气盛衰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运盛气衰。一个是气盛运衰，这么两种情况。我们先看运盛气衰的，就是
运生气，或者是运科气。那我们看了，这个运的力量强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分析的时候，应当以运为主，解和气，以运为主来解和气。运生气的年份，运生气的年份，比如说辛亥年，我们看看辛亥年这个运是什么运？甲己化土，乙庚化金，丙辛化水，背呀、啊。这时候正好练习咱背的时候呢，甲己化土，乙庚化金，丙辛化水，辛呢、啊、水运。那么这一年的气呢，地支既气主要指的四天之气啊，亥年，亥年的十天之气也背呀、啊。子午之岁，少阴金火十天；丑未之岁，太阴赤土十天；寅申之岁，少阳相火十天；卯酉之岁，阳明燥金十天；巳亥之岁，太阳亥水十天。所以这个亥年，巳亥之岁，厥阴风木十天。所以这个亥年是厥阴风木之年，啊，辰戌之岁，太阳亥水之天啊，所以亥年是厥阴风木之天，是木，水生木，所以辛亥年水月生的是厥阴风木之天，因此这一年呢是运盛。气衰是运生气的年份。我们再举一个运科气的年份，比如说甲辰年，甲己化土，所以甲年是土运之年。辰戌之岁，太阳亥水十天，所以辰年是太阳亥水十天，是吧？运是土运。气是水气，土克水，所以是运克水，所以这年也是运盛气衰之年。来分析这一年的时候，应当以运为主，解合着气来分析。那么气盛运衰呢，就指的气生运，或者是气克运的年份。这时候分析运气的时候呢，应当是以六气为主，结合五运来分析。啊，气生运衰，有气生运和气克运。气生运，比如说甲子年，甲己化土是土运，子午之岁，少阴君火十天。是军火四天，火生土，四天之气生土运，所以说气盛运衰，火生土了。那么气克运的年份呢？比如说己亥年，甲己化土，己年是土运，亥年四亥之岁。厥阴风木十天，是木气十天。木克土，就是气克运，所以这是气盛运衰。那么运气盛衰，它的意义在哪呢？分析这个运气盛衰呀，就看这年的气候变化的剧烈与否。发病的情况、病情的轻重怎么样？能预测这个？这个具体在运气七篇里面呢，
对这个预期盛衰相互影响的这个变化呢，他们明确把它提出来，什么驯化小逆不合天行啊，没有。这是后世的一家在总结运气运到临床的时候呢，他总结出这么规律，我们把它应用做个参考，就是气生运啊，就是相生，总的来说比相克好。相生呢，以气生运最好，这叫做顺化，是平和之年。这个气呀，对运呢影响是不太大，气候变化不太剧烈，啊，所以是平和之年，发病也比较少，啊，也没有重大的疫情出现，这平和之年。要是运生气，运生气稍微差一点，叫做小逆之年，有点异常，但是变化不是十分大，就是不入那个平和之年，不入顺化啊，不入顺化之年。相克就差了，在这里面，运克气是不合之年，气候有异常变化了，不平和了，不合之年，随之而来的发病也就多了呗，啊。最严重的是气克运的年，叫做天行之年，变化剧烈，往往是疫情发现的年份，气候变化剧烈，啊，这是疫情盛衰的意义。这是第一种情况，就是运气相合。就是运气盛衰啊，我们分析那么多情况，在这个运气相合以后，有同化的情况，就是五运六气啊，同类化合了，相同了。像这样年份，根据同化的不同，分作天福、岁会、同天福。同岁会、太乙天福，这么五种。12点了，咱们就上午就到这，下午咱们接着讲这个运气同化啊。好，到这。